大家好，我是吉林养牛胡哥。看看胡哥正在给母牛采血做化验，这是今天给咱家长春粉丝精选成交的繁殖小母牛啊，身腰都够长啊，大宽屁股翘尾巴，都是红白花净脸，品种质量一等一。喜欢好牛你就关注胡哥，然后啊把采到血样本啊用这个布病抗体检测卡进行检测啊。布病可以导致母牛流产或者死胎，将采到血液啊放到小白菌缓冲液里上啊，摇晃均匀之后滴到布病抗体检测卡上，这都够用啊，你家给我用的。显示结果是一道杠就是健康的牛，如果显示结果是两道杠就是有病的牛。那你要家里需要牛买，家里牛必须把布病检测做好，有布病的牛千万不能要啊，都是一道杠啊，都是一道杠，都是健康牛啊。喜欢好牛关注胡哥，胡哥为你精选质量好健康的牛，每晚八点直播，分享养牛技术。